Hello， 各位球迷，早上好，我是爸爸超人。那今天的话是9月21号，礼拜三。好，现在时间是4:55。好，每天把我叫醒的，哇，挂掉了。好，不是梦想，好，是三国群尊 M。可恶，这个蛋蛋家族真的太可恶，又把我打趴了。哇，他们这个挂机好多哦。哇，这个外挂是24小时的哈，没办法。好的，好，那我就去研磨山好了，不打他们了，因为打他们，他们也不痛不痒。我主要是来打宝的，不是来打人的。打人的话也是蛮疲劳的。我看一下那个研磨山有没有东西可以打。哎，有研磨山的话一大堆啊。我现在在左，我去中，中的话很多只。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更新内容。昨天有更新，然后又有维修，再开。好像那个宠物炼化的部分有一些 bug， 待会来看一下。我先找一只网来打，要把握时间啦。同样的时间要做两件事情，所以说我就来找只网来打。因为时间很宝贵。4:56，再过一个小时，我的女儿就要起床了。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呢，就是我中间还要洗衣服，还要扫地，因为我昨天比较晚回家。我昨天呢比较晚，我昨天的话有事情去，开会开到8点多嘛，然后再去门店那边待到9点多。哎呀，不打他，他很强。哇，可恶，他还是看到我了。走快一点，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他跑好快哦，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我只要上面有显示他名字，就代表说还有在追。他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可以去打牛魔岩将了。我吞一下转运。本来就有吞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更新的福袋好了。昨天的话有出这个金密甲2，他故意放最左边了，他怕各位朋友看不到，他放最左边，因为大家都会先看福袋嘛。福袋的话过去都放最左边，这次的话把金密甲放最左边。这个就是里面有这些耗材。我就觉得如果说放紫色幻符，或许还会比较多人买。现在宠物的话，大家想要拼的意愿其实没有那么高了。好，飞仙化冰包，这次更新后的福袋，来看一下。来，里面的话有1/2的几率有这个仙剑闪刃，这个的话之前匿名给我开箱给你们看。如果说有国家军心版的话，真的很强。然后还有一气化铅150级，飞将跟元帅的书几率的话也是1/2，还有飞霜迪卢150级的坐骑，那主要是加精神的。OK， 这个是汉中网刘备骑的马。好，还有这颗勇敢国猛，勇猛果敢，几率化是1/1000，追风逐电，几率化也是1/1000。那如果各位朋友你们不知道这两颗就是到底它重铸之后有哪些技能 ，OK， 可以来这边看因为你们还没有嘛，可以来这边看，练造，然后这边有一个合成，然后这边有一个，等一下哦。进化，对不起，好，炼造合成进化，这边有一个潜能精魄，那我们刚好看到勇猛果敢嘛，所以我们就点开这个来看，这个是一，这个是进化后的2，那我们先看一啊，一的话呢，它这里有写就是可以随机获得，哎呀，可恶，我现在网又不能不打，因为我自动先关掉好了自动先关掉。然后因为我如果说我自动开着的话，它会一直跳出来。好，就这样子。OK，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炼造、合成、进化、潜能精魄、勇猛果敢。来，它重铸之后呢，有这些属性。那重点属性是降属防。那这一颗的话，并没有降属防，它主要是增加展翅碎射的属防。没有降属防，所以这一颗的话就还好，我个人觉得还好啦。那追风逐电也看一下，追风逐电的话，奇怪，怎么又跳开了？它一样也是增加属防的就是有增加斩射水妖没有降属防的能力所以这一颗的话也是还好。如果降属防的话，那个有人在说价格就高很多。我看之前那个，之前有两颗嘛，就是深谋远虑跟那个西式猛将这两颗的话，就算你是白色，也是有人收1000金呐。但是这个没有的话，我在想价格应该比较没有那么漂亮。OK， 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福袋。好，里面的话还有寒冰钢斧90级的坐骑。
啊，据说仅存在野径，极为罕见的坐骑。啊，这批话应该以后会放收集车吧？或许是现在收集车也有，啊，不知道。好，要再看一下。好，然后玉飞刀、火药桶专精、极致千分之三，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搞哦。还有这个。这个是士兵的防具，120级的中皇正旗、中皇令旗，远程士兵的防具。然后这个是召唤兽的，还有二阶士兵特训之书，啊，这个还没有用过，还不知道。然后还有这些耗材，好，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好，等一下紫色换服，其实是一趴，所以一趴的话就是说你抽100箱嘛，100箱会有一个，100箱的话要3000金，啊，3000金好像也不是。很划算，好吧？那昨天更新完呢，还有出那个自选的宠物的培育嘛，哦，可以指定几个来用，还有出这个采柴犬橘色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采柴犬在这边。哎，点错了外观。哦，那的话体力增加到250，哦，体力增加150，体魄也加蛮多的，哦，攻击力也加到8啦，哦，这只的话还算不错，采柴犬，它紫色的就不错了。OK， 哎，欸，等一下，不过自选培育好像没看到哈，看一下哦，没有啊，看起来是没有，因为，对啊，还是说在其他地方，我看一下好了，自选培育，福利，我这个申请一下哦，会是在这边吗？哎，在这边自选培育，好，我看一下，哦，他可以选择几个你要的啊。我们就随便放好了。这只狗，这只麋鹿。等一下，这个可点开来看。然后这个是麋鹿。然后柯基也蛮可爱的。哎，比较好，比较好了。他家的素质不是很好。黑魔猫好像不错哦，黑魔猫。好，我们就放黑魔猫。黑魔猫。然后这个是什么？心愿灵晶。心愿灵晶要怎么？哎。等一下，我有几颗啊？蕴含灵气，用于培育宠物的灵晶。这个要5颗，然后就设定好，就是可以开始了吧？好，确定。好，是这样子。哦，这个，反正这个自选培育的界面在这边啊，但是好像还要有一些条件才可以达成。我现在还没有5颗哦，所以没办法用。哦，它就可以兑换，兑换之后呢，就是有机会得到你自选池里面的东西啊，在这边。啊，这点培育的话，在福利的界面最下面。OK， 我本来以为在宠物这边哈，不是哈，在福利这边。好，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那个宫殿元宝库的内容哈，待会我们去宫殿那边看一下更新什么东西好了。哎，我刚刚打到宝吗？我看一下哦，没有宝，只有黑四币而已。啊，只有黑四币。然后这只嘞，哦，也是一样，只有黑四币而已。好，哎，是还没打完，是还没打完啊！哎呀，好吧，好，没事，好，看错了，哦，因为我打完了，其实还没打完，没关系，我们先去宫殿看一下更新的东西好了。好，这次的话更新的东西很少，哈，调整的东西很少。好，这边。啊，领个军饷，然后应该是按这个问号吧，说明。哦，有看到了，看到了，就是宫殿的部分的话，多新增这个3跟这个4的说明哈，各位朋友看到吗？好，铜钱库税收累积上限1000万，好，超过了将会被系统回收。再来就是元宝库的话，税收累积上限1万，超过的话将被系统回收。哦，这个就是这次更新的内容，好，就是超过了钱。超过的元宝会被回收，就这样子，所以不要囤太多，好，不要囤太多，就是可以的话，就是都把它领出来，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意思吧，好吧，好，那就先进入到这边，好，我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值得分享，我再拍影片来分享，各位朋友，玩得愉快，拜拜。